你看我跳的这个爵士舞啊，就是比较属于比较那个劲爆还有活力的。我就特别好奇你唱歌或者跳舞的时候会是什么样。其实你就是想听听我唱两句吗？对。那么这样吧，那个你看我呢，唱歌都是那种比较柔的，用我这个唱的这个，你跳两下子呢，你看能不能就是根据我这个音乐，你跳两下子，用你这个劲爆的跟我这个，他俩混搭一下。现在不讲混搭吗？我唱几句，完了你适量的用跳一你下。特别柔美的声，对，还有我特别劲爆的舞，对，现在都讲究那个初心嘛。可以，那咱试一下。可以，可以，行，那我得跟你俩鼓掌了。行。你唱的太慢了，太慢了。但是我们这个就是这样，那要不你用你的音乐，我还是用我自己跳一下吧。然后我这个音乐就是这样的，比较柔的这种。你看我跳也给你跳了，然后你刚才唱我也没怎么听清，要不你再唱一段？再唱一段那个，那我就唱一个现在，大街小巷比较流行放总放这个，唱一个刚好遇见你吧。可以。我唱几句，直接就唱他后面那个女生部位那块儿吧，就是别都唱了。记不就这样。